车祸过后，我意外的居然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他无处不在，如影随形。一开始他只是出现在我的梦里，但慢慢的我在现实生活中也看见了他。他一直说他要我的身体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出去！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里吗？尔虞我诈，虚假谎言，你的身边充满了谎言和欺骗。你在说什么？把莫离杀了，我会马上消失。不可能，我绝不可能杀他。绝不可能？哼，就算他想要杀你，你也能保证绝不动手吗？不，你胡说，他怎么可能杀我？他那么爱我。他真的爱你吗？他在你背后做了什么你都知道吗？听我的，把身体给我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就离开，我就还你自由。只要杀了他，只要杀了他，只要杀了他。你好点了吗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啊，林静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杀了谁啊？听我的，把身体给我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就离开，我就还你自由。林静，你怎么了？快杀了他，我会马上消失。